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帮我玩游戏是《生物幻想》，那我们去解救我们的望叔了。哇，这边蛮漂亮的。不行，先去帮助望叔。好，帮助望叔。我的孩子，你回来了。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。当年要不是日子过不下去，又怎么会让你跟着那些人走？是我们对不起你。阿娘，你别这么说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只要你们和弟弟能过上好日子，要我做任何事都可以。舒儿，好孩子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也能团聚了。是啊，你会留下来陪阿父阿娘吧？啊？那当然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替你们报仇。哎！啊！小妮子，居然如此敏锐，看穿我的藏匿之处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刚才那只伤我父母的怪鸟呢？望叔小心。哎，呆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方才怎么没看见你？阿父阿娘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一切都是明娇所画的幻觉。好啊，居然敢骗我！臭小子坏我们好事，杀了他们！好，那这边的话，一样，我方战斗无人死亡。最近这个今年会出很多啊，今年会出蛮多的一些武侠游戏。那大致现在要尽快赶工，把这些游戏给录完，不然到时候新游戏我无法录，有点尴尬。谢谢来帮忙。然后《葫芦群侠传》在暑假也会上市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《天子命运》吗？还是天子什么的？那个也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会上市。哇，那一只好帅哦！必须阻止！这场应该可以打得快一点。谢谢来帮忙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剑落诛仙。好像是全体招式哦。山河川，这应该是望叔的招式啊。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不周山，这地方真是诡秘，幸亏有你。蓝香姑娘和神医呢？
恐怕是与我们走散了，大意神将也不见踪影。啊，小飞仙，你们看！啊！那是什么？不周山乃幽都之门，莫非是幽都看守者吐蕃？吐蕃？那我们可要小心前进，不能被他发现。赶紧找到神医他们和一齐地吧。先走吧。哎呦，再跳下去是不是？找路，哎，跳不下去啊。哦，另外一边呢、啊？这里似乎有路可以走。这个是什么？九翼尸体。哦，为保护元魂。九翼不是那个吗？哎，他们动了呢。这个真麻烦。好。那鬼东西一直在半空徘徊，要从他眼皮子底下闯过去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利用前方的巨石遮掩行踪，或许可躲过吐蕃的搜索。蒸发一切。好，反正不要被他看到就对了。哎呦，这里。好近哦！哟，好可怕！哎呦！这样是不是没有评价好了？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司令，我刚才啊，算了，我们直接打了，不管了。
他和舍里好像，一样是炎山族的吗？为何会在幽冥之地？元灵系列，请小心应战。好。失礼了。请多指教。失礼了。接法，剑鸣长空，柳慧，得罪了。尽量利用巨石遮掩行踪，以免注意云兄与蓝香姑娘的下落。
哇，动来动去的好烦哦。走另外一个。好，找到三个了。我记得飞行路线有四个，哎，哟，刚那个装备是谁的？嗯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，这什么啊？这边装的，哎，哎，哇，这样毒不是毒挡毒到死掉吗？好，再一次。不太好跳哦。为什么碰不了？快了快了快了。哎，不好跳呢。看，有难跳的。反正有红色点，就是要跳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啊。